同学，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要介绍衍生性金融商品第十二讲次是利率与外汇的选择权。在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之下，利率、汇率的波动幅度都比以往还要来的剧烈，所以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是大幅的提高了。而利率跟汇率类的衍生性金融商品是最被普遍使用的避险工具。 在全球七十八个交易所中，利率类跟汇率类的期货跟选择权契约分居第三跟第四名。由此可以知道这两者的重要性。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企业如何使用以利率、汇率为标的资产的选择权合约。接着我们来看教学目标。我们要介绍利率选择权跟外汇选择权这两项商品。本讲次的重点。 第一个，我们来看利率选择权的契约规格；二，利率选择权在财务上的应用；三，外汇选择权的契约规格；四，外汇选择权在财务上的应用。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利率选择权的一个契约规格。利率选择权可以同时在交易所的集中市场。 或电投市场、商业银行来进行交易。那集中市场这个交易所呢，所提供的是标准化的利率选择权契约，例如中长期的利率选择权。电投市场呢，向商业银行会提供顾客化的合约，譬如说利率上限、利率下限以及利率上下限。这些顾客化选择权契约多半是量身定做。 所以它在市场的流动性普遍不佳，因为它是专门为买方所设计的。首先，我们来介绍利率选择权。我们来看它的定义：利率选择权是以固定收益证券或它的到期值利率 （YTM） 为标的资产的选择权，跟利率相关的选择权商品。我们可以依照这个标的资产的种类。 分为现货跟期货两种，其中现货选择权呢是以固定收益证券为标的资产，选择权的买方有权买进或卖出以债券、票券等标的资产，譬如说像 CBOE 推出的短、中、长期利率选择权就是了。而期货选择权呢，它是以利率期货为标的资产，所以选择权的买方。 有权买进或卖出债券、票券等的期货部位，比如说在 CBOT 推出的中长期公债期货选择权就是了。那由于集中市场利率选择权它的交易不甚热络，这个利率期货选择权的交易量比利率现货选择权还要来得高，为什么呢？是因为 这个利率期货选择权，它比较有流动性，而且交易很便利，因为它是现金交割。好，以下我们这个表格就以 CBOT 所推出的标准化的利率期货选择权的契约规格来带各位认识。首先，各位可以看到，就这个标的资产来讲。 其实它有包括了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跟十年期，还有三十年期的长期公债期货为标的资产。那因为呢，我们为了让同学能够更加深印象，所以我们抓比较重要的就是五年、十年跟三十年的来帮助同学了解。然后各位要记得，他们的契约面额都是十万美元，好，因为这是期货的一个标准规格。好。 然后再来到期月份的话，它都是最近四个连续的月份，所以它里面会包括呃三个连续的月份，还有一个季月，然后再加上三六九十二等两个季月，所以总共有五个契约在市场上交易。然后至于履约价格的一个区间的话，因为履约价格是以期货契约面额的百分比。 来这个表示，所以其中的话，它是以这个五年、十年期的中期公债选择权，它的履约的价格区间是四分之一点，好，然后一点等于一百个 BP，就是零点零一 percent，好，然后长期公债期货选择权，它的履约价格的一个区间呢是二分之一个点。 像我们课本上的表四之十五，它的一个十年期公债期货选择权的买权履约价格一二八零，它就是代表十年期公债期货价格就是一二八 percent，然后它的履约区间呢是这个二十五点，所以相当于是呃上下好、哦、是分别是一二七点五还有一二七点七五。 好，还有一二八点二五以及一二八点五 percent。接着我们看权利金的报价，每一种的契约，它的权利金报价，它同样也是以点数来表示。那报价的最小升降单位是六十四分之一 percent。好，比如说十年期中期公债的买权履约价格，假如是一二八零的话，就是代表一二八 percent。然后权利金的结算价。 假如是一二七的话，就代表一二七点，然后各位记得它每一点是一千块，所以呢，你就相当于呢，会把十万，然后乘上这个六十四分之一二七 percent，好，然后就可以得到呃一九八四点三七五美元的权利金。接着最小的一个变动幅度的话，是呃主要是要看契约的。 合约而定，像五年期跟十年期的话，大概是六十四分之零点五点，然后三十年期的话就是六十四分之一点，好，那这就不太一样了。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交割方式，一概是以现金交割，这就是为什么呃利率的期货选择权它的本身市场交易量是很多的。好，了解了标准化的利率选择权之后。 我们来介绍一个相关的新闻事件，那就是美国加州橘郡哈，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然后呢宣告破产。那这这个呢是另外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衍生性商品的事件，因为当时的财务长呢 Robert Centra，他借由负买回债券来介入资金，然后大量的介入资金。 在一九九四年间 s e n t r a 认为哈利率会持续的低档首次不可能上升，所以他就把他借来的钱呢，然后使用高杠杆的倍数，持有大量的利率衍生性商品的多头部位，好，但是呢，当年度美国联邦准备银行却连续的调高了六次的利率，所以利率大幅上升之后，债券价格是不是大幅下跌？然后 s e n t r a 又是持有多头部位，所以损失非常惨重。 它造成了橘郡政府二十亿美元的损失，这个金额哈、哦、比它前几年所有的获利合计都还要多，而且侵蚀了橘郡政府的财政基础。这个事件告诉我们说，你假如大量使用杠杆倍数，再加上误判行情，就有可能导致这么严重的损失了。接着我们看第二个利率上限，什么叫利率上限呢？ 它是借款人可以用来固定最高的利率，让利率上升的风险锁定在一个最高的利率之下。通常浮动利率借款人，他不希望利率上升，让他的借款成本增加，所以这个借款人呢就可以支付权利金去买一个利率上限，可以让这个浮动利率的债务的利息成本有一个上限的保障。 这个顾客化的选择权契约是由发行利率上限的银行，就是卖方，跟浮动利率借款人买方来签订协议的。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的利率上限的买方就是浮动利率的借款人，那利率上限的卖方就是发行利率上限的银行。首先要把买卖方要搞清楚，那利率上限的契约内容哈会规定。 假如市场上的参考利率 LIBOR 高于事先约定的上限利率 Cap r a t 的时候，卖方就必须补偿差额给买方，也就是由银行来补偿它的差额。以下的范例，我们来说明利率上限的契约内容。比如说，甲公司它有五年的借款需求，它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 他就选固定利率借款，假如利率就设定在三趴。第二种，他可以选择以浮动利率来计息借款。可是呢，假如这个甲公司预期未来利率会下跌，但是他又不想承担利率上扬的风险，那这时候这个公司就可以什么？采取浮动利率的借款，但同时啊，一定要买入利率上限契约，好像做一个保险一样。 然后把上限利率定在三趴，每年只需要缴给卖方银行零点三 percent 的权利金，它就可以让它的一个借款的成本不会有一个太高的情况。以下我们用这个表整理的利率上限契约的内容，好，各位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签订了期间五年，然后呢，市场利率我们就定在这个六个月的 LIBOR 为基准。 然后我们的上限利率三点零，就是我们说的，假如市场利率超过三点零的时候，卖方银行就要补贴这个差额。好，然后明目本金我们定在一千万，好，然后权利金是明目本金的零点三 percent。交易日呢，假设我们定在一零四的六月十五号，然后它是每半年交割一次，所以六月十五号、十月十五号分别都会进行交割的。 好，那我们以下来看几种情况，就是我们分别会假设一个比三趴高的跟低的，那这个甲公司呢，该怎么去呃履行这个利率上限？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假如十二月十五号我们的 l i b a r 是二点五 percent，那它低于上限利率三趴，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它其实是价外的，甲公司它不会履行利率上限契约，这时候甲公司呢？ 它所支付的利息成本就是按市场的二点五 percent，然后再加上零点三，是利率上限的一个好像保险的一个费用，所以它整个的贷款的成本就是二点八 percent。好，假如第二种情况是十二月十五号市场上的 libor 呢高于四点五 percent，就是我们说的它高于上限利率了，这时候甲公司就会履行利率上限契约。 甲公司的支付的利息成本等于四点五 percent 减掉一点五 percent 加零点三 percent 等于三点三。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为什么要减一点五。那我们知道三 percent 其实就是你签订利率上限的一个上限费用了。这时候甲公司可以要求卖方银行来支付，就是美金一千万，然后乘上四点五跟三中间的一点五 percent。 然后乘上三百六十分之一百八十二，等于呃七万五千八百三十三元。所以说，虽然甲公司支付银行四点五 percent 的浮动利率借款，可是呢，这其中一点五 percent 不是他自己拿出来的，是谁拿出来的呢？是利率上限的卖方所支付的。所以，是不是相当于甲公司呢只支付三 percent 的利息费用？ 这就是为什么甲公司当初签订了利率上限之后，可以为他带来一个这个利息成本的一个上限的保障了。好，最后我们看到卖方呢，最高的收益就是一个权利金，权利金等于一千万乘以零点零零三，好，然后等于一年可以收到三万块。但利率上涨的时候，卖方风险是无限的，他要注意。好，接着我们看到利率下限。 利率下限的定义是，投资人可以用来固定最低的利率，让利率下降的风险可以锁定在一个最低利率之上。通常浮动利率的存款人不希望利率的下降让存款的利息减少，因此存款人他就可以支付权利金买一个利率下限，让他的浮动利率的债权有一个下限的保障。 这个顾客化的选择权契约是由发行利率下限的银行卖方，跟浮动利率存款人买方来签订协议的。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利率下限的买方就是浮动利率的一个存款人，然后利率下限的卖方就是发行利率下限的银行。好，那我们说利率下限的契约内容会怎么规定呢？就是说市场上的参考利率。 比较低于事先约定的下限利率的时候，那这时候卖方就会补偿差额给买方，也就是银行会补偿这个差额。以下我们用这个范例来跟大家解释利率下限契约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有一个乙公司，好、哦，他乘坐五年的放款，他是不是会收到利息收入呢？那这个公司它有两种选择，第一种，它就采取固定利率放款。 所以利率设定在三趴，另外它也可以用浮动利率的计息放款。可是呢，乙公司它可能预期未来利率会上扬，可是它又不想承担利率下跌的风险，所以这时候它就可以采取浮动利率放款，然后同时买一个利率下限，然后把下限利率定在一点五 percent 的时候，它每年只需要付卖方银行零点二 percent 的权利金，就可以让它的。 这个利息收入有一个下限的保障。好，以下我们看这个合约的内容。其实它跟利率上限是很类似的。好，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呃期限也是五年。好，然后一定会定定一个所谓的下限的利率。好，比如说我们定了1.5%，那表示呢市场利率假如低于1.5%的时候，卖方就要补偿差额给买方这样。那其他的应该跟刚,刚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呃，当今天利率比一点五高或低的情况，该怎么做呢？比如，第一种，十二月十五号这一天，LIBOR 是二点五 percent，它高于下限利率，那乙公司很高兴啊，它的一个利息收入很高，所以它就不履行利率下限的契约。好，那这时候乙公司它收到的利息收入就是二点五 percent。 但是不要忘了，之前不是买了利率下限吗？所以你要扣一个零点二 percent 的权利金，所以它实得二点三 percent。好，假如十二月十五号这一天 l i b r a r y 呢下降低于，已经到达一点零 percent，是不是低于刚刚讲的下限一点五 percent 了？那乙公司就履行它的利率下限契约。那这时候乙公司呢，它会收到的利息收益包括了一 percent。 还要加零点五 percent，还要减零点二，好，各位，这个零点五 percent 等下会解释，所以这告诉同学，一点五 percent 就是你能够收到的投资收益的一个一个下限。然后我们知道买方可以跟卖方银行要求什么呢？就是一千万乘以一点五减掉一 percent 乘以三百六十分之一百八十二，所以他可以请求两万五千两百七十八。 虽然乙公司从客户端收到一点零 percent 的浮动利率放款利息，可是另外他也从利率下限的卖方获得零点五 percent 的差额补偿，这样子是不是乙公司还是一样获得一点五 percent 的利息收益，就是达到他所谓的下限的保障？接着我们看卖方的最高收益呢，可以赚多少？他可以赚一千万乘以零点零零二，所以等于两万块，但是。 利率下跌的时候，这个卖方银行风险就无限了。好，接着我们带各位看到下一个就是利率的上下限。利率上下限呢，它是指买入一个利率上限，然后又同时卖出利率下限这样的一个操作，而且它约定利率上的一个上下限的一个区间，如此就可以形成利率范围的限定。 然后利率上下限的买方可以锁定利率风险在上下限利率中间了。比如说，某甲是浮动利率借款人，他从某乙这个银行买一个利率上限契约。他为了减少他的权利金的支出，然后他同时又对这个乙方那个银行卖出一个利率下限。由于买入一个利率上限，所以甲的利率上升风险有了保障。 那他同时又卖出一个利率下限，他一方面可以获得权利金，用这个权利金来抵消买入利率上限的权利金，但是因为他卖出利率下限，所以他会放弃利率下降的获利机会。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利率选择权在财务上的应用，在负债面的管理来讲，风险是在于浮动利率的利息支付。 所以，当利率走势上扬的时候，以浮动利率举债的公司，它可以购买利率上限，把浮动利率的负债转换成有固定的利率上限的负债，它的利息费用不会超过利率上限的水准。在资产面的管理来讲，风险在于浮动利率的利息收入。所以，当利率走势下跌的时候，投资于浮动利率资产的公司。 就要去买一个利率下限，把浮动利率的资产转换成固定的利率下限的资产，那它的投资收益不会低于利率下降的利率水准。接着，我们来跟各位介绍第三个重点，就是外汇选择权的契约规格了。目前，外汇选择权在交易所的集中市场，还有电投市场都有交易。 其中，费城股票交易所（简称 PHLX） 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外汇选择权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在一九八二年推出外汇选择权商品后，外汇选择权的交易量就不断的成长。而电投市场交易是由商业银行提供非标准化的合约。好，那整体而言，电投市场的外汇选择权交易量远高于交易所，大概是他们的四倍。 台湾也有这个推出呃外汇的一个选择权。台湾是在八十六年五月，它开放了新台币的外汇选择权的交易。这样的选择权开放了以后，已成为国内的厂商除了远期外汇以外，另外一种避险的管道。接着我们来看外汇选择权的定义，它是一种。 外汇的一个价格衍生性商品，买方有权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未来的某一个特定日期，以事先议定的履约汇率，比如像加币一块钱对美元零点七，跟外汇选择权的卖方买或卖约定数量的通货，比如说在 Philadelphia 的加币选择权契约，好。 它的单位契约数量是一万加币，所以假如履约价格呢是加币一块钱兑美金零点七，就表示在到期的时候，它可以用七千块美元买进一万加币。假如到期的时候市场的加币行情上升到零点七以上，我们说外汇选择权是价内的，买方便会执行这个买权。反之， 加币角贬值到零点七美元以下，这个外汇选择权是价外的，买方他就会放弃这个买权，也就是说买方有权利选择到底是不是要履约。好，那因为通货交易它是一种货币买卖对另外一种货币，所以美国进口商呢，它是呃买英镑卖美元的话，所以它就是呃买进英镑买权，然后美元卖权。 美国的出口商呢，他等于是呃卖英镑，然后买美元，所以他就会买进英镑的卖权，然后美元的买权。好，然后以下我们用费城股票交易所它的标准化的外汇选择权契约来带大家了解这一项的商品。好，首先各位可以看到它的标的资产，好，那就是国际知名的这一些呃外汇。 它挂牌的呃外汇有包括了这个澳币、英镑、加币、欧元，还有这个日元、瑞士法郎跟那个纽币等七种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好，那这些货币都是全球外汇市场上主要的交易货币。然后呢，它主要是以欧式履约为主，这个同学要记得的。然后单位契约数量，它会因为货币种类不同。 那总而言之，各位可以看到，大致上就是澳币、英镑、加币、欧元、瑞郎跟纽币，它是每一口就是一万，然后日元就比较高，它每一口是一百万。然后呢，它的一个契约的到七月份，这个同学可以看哦，自己了解。然后另外来讲，履约价格的一个间距的话，哦，l p h i a 它对美元的外汇选择权履约价格。 它都是每一单位外币可以兑换多少美分，各位要记得哦，它单位是美分。所以，假如是欧元的买权，它的履约价格是一二美分的话，就是代表选择权的买方可以用呃一点一二美元买一欧元。好，然后履约价格间距它就是上下零点五美分，所以就是呃这个一二点五或者是一一点五这样子来看。 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权利金的报价，等一下会跟我们的范例有关哈。它那个权利金报价是以那个 point 为报价单位，然后一点呢就是这个一百块钱。好，譬如说，假如欧元买权的权利金是一点二五美分，这我们等一下会用到的，代表投资人买一口欧元的买权，要支付一百二十五美元的权利金代价。好，怎么计算？等一下会带同学来看。 接着我们来看，买进欧元买权它的一个损益。好，假如说目前的欧元对美元的汇率是一欧元对美元一点一一七五，那投资人在 Philadelphia 买进一口履约价一二美分的欧元买权，到期日的时候，每一块钱的这个欧元对美金是一点一五，那投资人的损益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到期的时候，因为市场的欧元汇率一点一五比一点一二的履约汇率高，对不对？买买权处于价内的情况下，投资人有获利。好，全期金的成本就是一点二五乘上零点零一，因为它是每分，然后乘上每一口是一万，所以是一百二十五。那损益怎么计算？就是一点一五减掉一点一二，然后乘上一口一万，来减掉一百二十五，所以它净赚了一百七十五美元。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个重点，是有关于外汇选择权在财务上的应用。与股价指数功能一样的外汇选择权，也具有规避汇率风险的功能。以下我们说明如下：第一个，它可以规避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汇率风险。针对国际间的工程招标，或者是公司债的招标，那工程的总价款跟公司债，它可能以各种的通货计价。 由于竞争者众多，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取得，所以产生了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汇率风险。这时候，外汇选择权就提供了另外一种避险的选择工具。第二个是进口商可以买入美元买权、台币的卖权。比如说，某个进口商未来三个月后要支付一千万美元的贷款，他因为担心新台币贬值、美元升值，会让他的成本提高。 所以他可以预先跟银行买入三个月的美元买权、新台币卖权。假设美元对台币的即期汇率三十一点五，这个汇率是没有用的。那履约汇率是三十二点八。倘若三个月后到期的时候，市场汇率是三三点五，各位知道三三点五是比三二点八高，对不对？所以这个选择权是处于价内。选择权的买方就执行了美元买权，用三十二点八去买一千万的美元。 但是当市场汇率是三十二的时候，它是价外的选择权，他就放弃了。第三个，出口商可以买入美元的卖权，台币的一个买权。同样的，我们假设某个出口商未来三个月后可以收到一千万美元的货款，他因为担心美元会贬值，所以他就预先跟银行买入三个月期的美元卖权、台币买权。假设 美元对台币的汇率是三十一点五，这个汇率没有用的哈。那履约汇率假设三二点八，如果三个月后到期后市场的汇率是三十二，选择权的买方就会执行美元的卖权，用三二点八卖出一千万美元的汇的一个美元。假如市场的汇率是三三点五的话，这个卖权呢是价外的，没有价值，所以买方呢就不执行美元的卖权。 放弃权利。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了利率跟外汇选择权，同学要多加研读。因时间的关系，我们介绍到此，谢谢收看，下次再会。